安倍上台以来，在对华关系上呢，玩弄两面派手法，接连采取损害中日关系大局、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行动，这次又变本加厉，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严正交涉，执意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，公然背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，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，其所谓重视发展对华关系，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虚伪性暴露无遗。事实上，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，中国人民不欢迎他。现在安倍要做的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承认错误，改弦更张。安倍参拜甲级战犯，实实上就是要颠覆东京审判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这段历史，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，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的践踏和对公理正义的狂妄的挑衅。对这样的日本领导人，中国人民当然不欢迎，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同他会面。